哎，各位抓紧时间啊！我一小时以内要做完。啊，那搞不定啊！现在知道什么叫抢收了，真是抢啊！再不收，这全烂地里边了。对，哎，回往里点，对，小心点，成不下的地上了啊！太慢了，有难度，因为这个木偶戏咱也没弄过，说我们能不能跟上他那个节奏和配合，我们心里是打鼓。周六晚，东方卫视《我们在行动》。更多精彩视频，敬请订阅 SMG 上海电视台官方 YouTube 频道。